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一题。道路的安全岛上，每隔15公尺50公分种一棵樟树，从第一棵樟树到第16棵樟树的距离是多少公尺多少公分？我们先来画图做说明。每隔，题目说每隔15公尺50公分种一棵树，每隔15公尺50公分种一棵树。今天算第一棵树到第三棵树的距离有2个15公尺50公分，所以题目问到第一棵树到第16棵的距离是多少，就用16减1等于15个，也就是有15个15公尺50公分。那你今天要算它的距离，就用15公尺50公分，总共有15个，答案就是232公尺50公分。答。所以今天第一颗到第16颗的距离总长度就是232公尺50公分。